文学家驻馆活动，非常欢迎大家参加哈。那这几天的天气，常常下雨，不过今天天气放晴哈。那我们非常高兴，今天邀请的文学家是我们蔡文章哈，蔡老师哈，蔡文学家哈。那么非常欢迎哈，他的夫人哈一起来，夫人是不是跟大家去招个手？好，啊公子，公子坐哪里？哈，公子也非常有成就哈，现在政大外交系的博士班候选人哈，那表示这个文章兄这个教育非常的成功哈，那在文学界也非常具有盛名哈，尤其在文讯杂志常常协助高雄文学馆一些文学活动的推展哈，在这边要表示非常的感谢。那今天在座有非常多的文学家都有到场哈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哈，非常欢迎大家。那今天呢，我特别邀请我们春晖出版社的社长哈，昆仑兄。那昆仑兄呢，文学馆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哈。文学馆这两年来有一些努力，有一些进步哈。那他给我们非常多的支持，非常多的力量。那我们现在就先请那个昆仑兄来为我们讲几句话。今天文学馆演讲哦，请一个蔡文章老师。蔡文章老师呢，是可能有介济人拢捌伊啦，因为伊伫文坛的出现哦，有那足久啊。伊拢总有出过十几本册，啊，伊的风格哦，和伊的人同款，足朴实哦，啊，足实在，足真诚啊。对我呢，文学馆开始开馆到即阵，大家演讲者吼。不管叶老什么人拢好，送花来吼，无蔡文章老师的多，就是表示讲伊学生也好，朋友也好，足济人吼，对伊的迄个温柔敦厚的个性呢，非常的佩服吼，所以有真济人呢，含伊交情拢介好。啊，伊的文行呢，我有发觉伊的文行吼，伊的特色就是真实吼。家己心内较看到的所有的真实写伫个文学内底，咱若读蔡文章老师的文学呢，咱会当找到家己的自我。咱有当时啊，咱消失伫个记忆里，看蔡文章的散文，咱会当去找回来，吼、哦。啊，今仔日呢，文学馆请蔡文章老师来演讲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我相信呢，大家听了呢，会得到真多的体会，吼、哦。好，咱即马请蔡文章老师吼。哦，搁一点，搁一点，我补充一下。顶礼拜黄树根老师来演讲吼，伊有那民国36年生嘛，蔡文章老师在民国36年生，所以顶礼拜我有讲吼，咱台湾有真侪足优秀的人才吼，拢民国36年生。我的认定就是讲，遐就是拢二八受难者来转世吼，所以这有那是其中一个。好，谢谢。大家好，今天非常感谢，非常感动，可以说风雨故人来，在这有很多是我的朋友，我的过去的同事，还有长官，在这有校长，文艺理事长，主任，文学的朋友，我学生，我学生，我今仔日感动就是吼，即几工诶天气拢无介好，我甲太太讲，做真烦恼，讲今仔日拢落大雨吼，我一个家里吼，伫人大岛尔啦吼，好个在吼，即个时间呢吼，我迄雨渐渐我烧落来安尼吼，我今天第一次在咱高雄文学馆演讲吼，其实我来咱高雄演讲的机会是真济啦吼。啊，较正式的是，因为我写散文，所以讲散文今天是第一场吼。我捌伫大圆柏的这个成品书籍吼，讲到理性文学吼，捌伫妇女馆吼，那是吼，讲到迄个民间文学。
那今天讲到我散文，因为按这个高雄文学馆的希望，我讲含我创作有关系，吼、哦。其实讲到我写文章，吼、哦，我真吼、哦、真抱歉啦，吼、哦。你讲我有啥物成就，其实也无啥物成就啦，因为这数年来，吼、哦，一直拢非常无闲，吼、哦，到这两冬，家己。认为讲好啊，写一篇啊，写过来。我最近头个两当前就是忙，要来写一篇也做真有乡土性的，叫做《赤卡大仙》呐吼。啊，我有含学生，我大高伫台南甲诶高中的学生讲，恁大毕业的时，我会当送恁安尼。结果也无完成吼。啊，主要这两当较无闲的工课是第一点，我有做些评审吼，啊个。我受评教育部和、哦、国语文科审定委员啦吼、哦，啊，拢我即下逐礼拜拢爱坐飞机去国立殡仪馆去教育部吼、哦，去新国中的课本跟国小的课本，啊，这个是一个大公司吼，我真荣幸啦，因为这款物件可能啊，拢知影一本课本到学生的手来的时，即经过吼真久的审查。吼、哦，哎，上少要经过三遍的审查啦，吼、哦，进行一纲多本，吼、哦、啊，然后上传信，哦，阮有三信，吼、哦，迄送起来，阮里面，阮内面感觉讲对课袂使错发，听话，对，即课内面中间的后壁写了无好，吼、哦，重写，拢安尼啊，然后各迄、那个各送来，送来，伊修改了去送开，安尼拢总三遍。吼、哦，三遍也无过，这本册就袂使用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我虽然伫教育部含，我分做两组啊，含我含七个教授吼，啊、哦，台中央的系主任吼、哦，北师大的教务长、中师大的教务长吼，因拢是种足专精的啦吼、哦。其实我是，我哪来讲，我学那个是算足低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很荣幸啦吼。哦刚我的助理伊是今年博士过，吼、哦，我的助理伊是今年诶，东门诶，迄个做东门系博士过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当然是足重要，是因为我有国小的背景，我曾经伫做啊国小服务过，吼、哦，26冬，吼、哦，我有国小的背景，吼、哦，啊，加减嘛有写我散文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我要讲诶，即个开始诶时，我拉拉杂杂讲有我最近诶。的代志啦吼，其实文学是生活的文学，散文嘛是生活，吼、哦，按演跳舞，按免跳舞，吼、哦，免话剧，可是按大家人拢会当写文章，吼、哦，这是好歹尔吼，会当表现家己的想法看法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就是文学吼、哦、来讲，就是生活，文学就是生活啦，啊，文学。反映时代，吼、哦，那么也反映这个社会，啊，影响这个社会，啊，影响这个时代，吼、哦。不过，这个影响力，我的感想是无这少，吼、哦。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变化，吼、哦，啊，有政府甲有足侪团体伊无足重视，吼、哦。我简单一个讲，就是讲像过去副刊，合作者。年轻朋友、作家，吼、哦，还是讲给囡仔来，吼、哦，给他们创作的一个舞台啊，可惜拢无，吼、哦。你看，以按高雄市一个燕霞市，进所有报纸拢无副刊，吼、哦。台湾时报一礼拜有两天，结果人家三四个月拢无啊，也就会使讲按南部拢完全拢无副刊，吼、哦，拢无副刊。啊，无副刊，一个写作的人，伊都无舞台，吼、哦，台湾时报两当前，我去讲希望我写两篇文章，啊，我讲好啦，有闲甲写，有闲甲写，结果吼、哦，我断去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我是感觉讲，要栽培一个作家，吼、哦，啊，要提倡这个文学富含重要，但是进报纸根本对这地来讲，吼、哦，伊拢无重视，因为这对这地，伊爱好这个，吼、哦，爱好这刀割价，这个割费，吼、哦。其实这歌也无介济啦，吼、哦、啊！这个对整个社会、对国家的这个影响较大，可惜感觉
真可惜啦吼。我今日要讲的，就是我写这三十几人来，我头先讲过，我实在也很自己其实讲起来也是，唔是讲我有偌厉害的对啦，我该感觉足抱歉啦吼。虽然我写足三十几人，可是我无足认真在这个文学内面，是有兴趣吼，是有兴趣吼，啊有兴趣可以持续我一直写下来了吼。我写作的上早，我是因为我读兵书的时候，我是做画图吼。迄阵我也想讲，希望后来成为一个画家吼。啊，可是我环境无介好，吼，环境无介好。迄阵读兵书的时候，我接了迄个成绩单啦，我的迄、那个美术是98分，吼，我的画是到小龙边仔咧看，吼，安尼阿妈谈讨论。其实我这方面可能较有天分啦，吼，啊。创作是因为我这个专校毕业以后派山来，派伫真个嘉县的小南国小，迄阵伫我伫遐上怀南的两冬吼，小南国小与嘉县当时无客运车，吼、哦、要从嘉县呢这样走到小林，要走6个小时，吼、哦，因为在这有人可能这个方言听无吼、哦，所以我加讲国语啦吼。我用迄个北京话来讲吼，爱讲爱行6点钟才能到校，啊，这间校东西真水，吼、哦，很漂亮吼、哦，就是四面都山，拢是山吼、哦，啊，我来感觉讲哇，就够水的，我所以我就吼，就画，因为迄阵我对画图有兴趣吼、哦，可是因为画画的时候，画笔纸张都很贵哦，在那个年代。我的薪水一个月大概500块哈，500块还要买那个画笔、画纸、彩色颜料，哦，这个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了哈。所以我在小人的时候说，哎，这么缅甸山，如果用文字来看看哈，迄阵有国民党的一个中央日报都敢为你报纸啊，无大家有啦，隔日有中央日报一份中央日报哈，那中央日报有副刊哦。那个时候，《中国日报》副刊是差不多算台湾上有名了吼。啊，我想，咦，这我写写看，吼、哦，我就用从画笔，然后转成文字，吼、哦，试看看啊。啊，结果我写了一篇叫做《小林》，那个地方是小林山庄哈、啊，然后寄到中央日报去，那没有几天就登出来哈、哦。那一篇文章有很大影响力，影响到。有2个读者呢到小林看我，然后在那边待了好几天哈、哦。过去呢是没有人会到那边去了哈、哦，因为写那篇文章呢，那有2个读者呢就到小林去哈、哦，那跟我一生活了3天啊。还有一个稿费呢，这个一篇稿费是120，我薪水是400-500块哈、哦。那这个稿费吸引我哈、哦，因为当时环境不好了啊，2000多字，既然可以稿费200多块哦啊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太好了，所以从那开始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转向写作这个路，哦，其实开始是这样的哦，所以在山里面我写了很多作品啊，那么那个时候就是有什么青年战士报，就后来改青年日报，现在还有啊、哦，就是军中报纸啊，还有台湾新日报、中国时报哈。哦啊，等等，所以我想从那开始的话，我就开始转从画画转从写作哈、哦。那我第一篇文章登出来，我贴在纸上，我说啊，何时有办法能够成一本书啊？哦，想都没有想到了。那后来是因为有兴趣哈、哦，后来才持续的写作。好、哦，那在山里面，我大概写了一本书啦。这本书后来被台北林白出版社哈、哦，他出版叫做《静静的山林》哈、哦，被林白出版社那个时候台北林白出版社很有名哈、哦，那大概都是写这本书都以写山林为主哈、哦，后来我就调回了离我家不远的紫班国小哈、哦，高雄县紫班国小哈、哦，那我后来想一想，应该写一些故乡的事哈。哦，在我们那个年代里面，因为故乡的很多东西可以写，然后，
我写最多了，比如十岁啦，哈 ，Q 丢啦，哈，拖卡粗啦，哈啊，连那个以前没卫生纸的时候，那个吼、哦、擦屁股的，那个晒过皮啊啦，哈啊，米粉，我那个早穿米粉袋啊，拖卡粗啦，哈，高姐啦，哈啊，很以前有很多乞家，很多啊目镜啦，哈、哦、等等啦，哈、哦、这个。韩籍啦，打呼，反正都是我的东西，大概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啦哈。这个也成为我写作的特色哈。我在想，其实每个人写作的话，如果能够依照他的特色去写哈，这样的话，可能就是说，有你自己的特色，人家一想到你，就是说你是行什么路的，哦，你是行什么路啦哈。这个其中我写在民国。很多年前应该是我看三十多年前有了啦，我写一个叫地牛翻身，地牛翻身吼。以前我在报纸上没有看过这四个字，但是我不敢说是因为我的影响，后来看中国说啊，后来的地震都写一个地牛翻身了吼。那童年的时候吼，那阵差不多国小四五年级吼，几乎吼每一个月都有地震，大大小小都有地震吼。那我那个时候地震不是很大，我童年的时候地震它最多它三四级啦，哦，那常有。那在学校的话，一地震的话，刚开始老师说赶快往操场跑啊，我就快跟隆隆哈，啊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因为常常跑，其实也不怎么样。后来就说老师说往操场跑，啊，他说哎，那也别安怎啊啦，哦，刚才有嘞，安做好算安尼啦哈，但是有一次我在家里，那应该是礼拜六礼拜天了，来了一次应该是有四级的以上，但是这个故乡没有怎么样，就是房屋也没有怎么样，摇得很厉害哦。那当时我发现呢，我的阿公哦，他开始说嗷嗷去啊，阿妈嘛嗷，爸爸嘛呢吼，然后我看看我邻居的阿健吼，大家都嗷嗷啊，我也跟着嗷了哈。那我看那个时候太阳西斜。那个夕阳西照，那全个村落里面都到这个马路上去，嗷嗷这样哦，感觉上会紧张害怕，好，啊，后来是怎么样？后来我只是讲是说，他们认为呢，因为地震呢，因为地里面有个地牛，它要翻身过来，好，那牛的话就很简单，你要叫它跑，嗷，好，牛鞭打一下，嗷，它跑，你要停，嗷。嗷嗷啊嘞，吼、哦，就是这个牛，这个地震呢，就可以慢慢的，吼、哦，停了下来，就像牛一样停下来，因为牛不再翻身，吼、哦。那这篇文章，我都当时好像登在《中国时报》，后来好像是台大拿他把这篇文章呢，去作为他们一些民俗，吼、哦、的东西，吼、哦。那等等啊，我举例这个，就是说，在我那个年代以后，我从山里面回到故乡来，我就写这些东西了哈、哦。还有一些，还像那个灭蚊袋的衰也是一样，哦，灭蚊袋在我童年的时候，穿灭蚊袋都是很普遍哈、哦。美元，所以我们也很感谢美国啦，在当时对台湾的一些帮助跟哈、哦，因为大概。每一个教堂呢，都会分发面粉哈、哦。那面粉是由面粉袋装起来哈、哦。那面粉吃完以后，面粉袋就那个布呢，我们都不会轻易把它丢掉，就可以做裤子哈、哦。我们小时候是没有内裤了，外裤兼内裤了哈。那面粉袋就是反正就穿面粉袋哈、哦。那爸爸妈妈，妈妈认识字也不多了哈。那个大概灭蚊袋写的都是会写一个叫净重50公斤的哈。啊，有的妈妈因为她看不懂字哈，她把那个净重50公斤就把它缝在前面啊，都到学校去了。看哦，你下面那个50公斤哈，来笑来笑去，说哦你屁股50公斤啊，啊你去了就去哈。在那个年代里面，因为哦灭蚊袋有它的作用哈，那。这个我想，这个都是一些，哈、哦、历史的传承哈、哦。那我说文学是反映时代的哈、哦。那大概1986年，我写了一篇，这个跟我们高雄市我在各位手上的文章里面哈、哦，我大概就是有一篇叫做《一朵睡莲》，莲中港哦。那
民国64年我调到紫湾国小哈，啊、紫湾要往高雄要经过右昌，然后要经过圆中港右昌。那年代的圆中港呢，就像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哈，哎、它靠海啊，有椰子树，哈、哦，很漂亮，很漂亮啊哈。啊，我一经过那边的时候，心情就非常开朗哈、哦。那这篇文章呢，写于1986年。1986年，这到今天是20多年了，20多年前了哦。那今天我们回过来看圆中港哈、哦，圆中港现在我讲很多人可能不晓得哈、哦，它是在应该讲我如果说讲高雄大学，大家都知道了哦。高雄大学那边就圆中港原先非常美哦，后来在20多年前开始，它边整个社区营造整个变化哈、哦，整个变化每次过的时候就是车子多灰尘多哦，那这个因为在做公事哦啊，让我感受很，我觉得这里应该是高雄最后一块净土，可惜今天我们看，已经没有了。所以文学有时候我今天特别的引印了几篇呢，这个附带的文章呢，就是让各位知道，其实文学是反映这个社会，反映这个时代了哦。这样，那我这个里面也有特别这个班之情了哈，班之情哈，这个班之情就是编辑者的木棉呐，现在成为我们高雄市的市花了哈。那我童年的时候对他印象非常的大了哦，童年的时候大概乡下都有木棉哈，我叫编辑，哦，那编辑会开花很漂亮哈，所以我们高雄市把它称为是高雄市花了哈。啊，因为本鸡它成熟之后，它的这个果荚呢会裂开之后就有那个棉絮，哦，棉絮现在就成为公害。其实，在那个年代里面，我一直想说，冬天很冷，哦，家里没有棉被，是不是可以用那个棉絮来当棉被？哦，所谓剪，一直有这样的想望，哦，所以我要写这篇文章，它是这样慢慢来的，哦，那。可是后来没有了，因为你要收集到能够，做一个棉被不是这么简单呐、啊、哈、哦。然后后来我现在住在冈山的空军通校队对面哈、哦，那边有两棵应该有百年的，哦，班枝木棉。我那个时候一看到它，我就想到童年；一看到它，我就想到童年。哦，然后木棉。那一种造型呢，它好像是像人称为英雄树了哈，啊，后来渐渐在高雄的哈、哦、市民的选市花的时候，最后它成为、欸、我们高雄市花哈、哦，所以说，这个班之情，这个对我们高雄市来讲，它也曾经有一段的，对我个人有一段历史哈、哦，那么对于高雄市也是哈、哦，所以我后面你看我永远的。班枝了哈，我稍微念一下了，在人生的旅途里，班枝带给了我憧憬的希望，从憧憬中我期盼，从希望中我成长。那值得珍惜的一页，也是有意义的一件事。虽然我还记得有一年的春天，我曾经许下诺言，要收集班枝棉毛做一件大棉被。虽然那是我纯真稚嫩的执着，也是一曲未完成的美梦。在今日已不再具有什么意义了，但班枝的木棉呢、啊、哈、哦、永远是美丽的、正直的、明朗的、鲜艳的、大朵的、醒目的、坦率的，是我心灵深处亘古不变的印记。哦，这个是我在写木棉的这一部分哈、哦。还有后面有一篇文章叫做《平安岁月》哈、哦。我会选择平安岁月这篇文章，当然也跟我们高雄市有关系的哈。我们童年的时候，大概乡下，现在我家里妈妈那边也有，还有一些叫做，嫁爷外啦，叫平，我们称为平安药哈，还有平安符哈。童年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在庙里面哈去这个请示一哈一个平安符，大概身上以保平安呐、啊，然后有一个平安龟啦哈。这个平安龟呢，因为2年前我们文化局有个活动，哦，是我们馆长办的嘛，哈、
啊，还有陈坤伦好朋友，还有我，还有简总人，还有管碧林哈、哦，这个立法委员，还有林美容哦，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，都在我们几个人就是在讨论到这个平安龟哈、哦，平安龟的 K 菇，简单讲的 K 菇，这个也是让我非常的怀念他。我们同年因为很贫穷哈、哦，我们都期望到了。元月十五号的农历元月十五号的 K 龟哈，元宵节的 K 龟哦 ，K 姑 K 姑了哈，K 姑那个年代的话，就是其实，你要在神的前面呢，先请示说，哦，我被 K 姐的姑，她姑有婚，哦，一斤、两斤、三斤、四斤呐、啊，哦，你今年 K， 今年你 K 一斤，你明年要还两斤，哦，那这个，你在宝贝的时候，你说，王阿公妈祖婆吼，我想讲买来乞一个姑吼，等于食平安呐、啊、吼、哦，我乞一斤呢，我乞一斤呢吼、哦，啊，然后就是，是不是你印证完，吼、哦，乞一个姑等于食平安哦，你印证完三个香杯啊，劈一个香杯，你就把那个龟呢，把它朝向自己，吼、哦，如果你有三杯，其实。这三杯是不是很困难啊？因为你没有够好的话，你还是会讲其他的话、啊。比如第一杯醒杯，好、哦、圣杯的时候，第二杯笑杯啊，你就跟他讲说啊，王阿公妈这杯你是想喝笑你呢吼、哦，你一定会不由得弯的西的的西啦吼、哦。啊，你跟你讲吼啊，弯做天行啦，啊，就按那个醒杯，哦，哎，杯爆嘞，好、哦，这个可能性，是应该三分之一嘛，饮杯笑杯。醒杯嘛，机会很大了，机会很大。然后最后你被 kick 三杯不是很难，不是直接三杯，不是，吼、哦，一杯下去的话，你还可以跟神沟通，吼、哦，就这样，然后就好完以后，这个就你拿回去，明年呢就把你今年 kick 一斤，明年赢两斤。橘子的话，你今年是一个，明年还两个；你今年是五个，明年还十个。哦，那这个回到家里面，孩子都很非常的高兴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零用钱，哦，也没有零用钱来买一些零食来吃，所以每一年的元宵节，这个是我们小孩子的一个最大的期待，哦，就是熊大期待的对了哈、哦，啊，可是后来这演变，在我们那个年代的话，应该是好像没有这个金钱的买卖了。后来近代来就是有 keep 金啊 ，keep 钱。哦，还有奖金呢，好像今年先说好了，我给你 kit， 好、哦，我 kit 一班，阿美你可不可以行我接？好、哦，这个诚意的哈、哦，啊，可是很多人没有还，就成壁上孤，哈、哦，壁上孤了哈、哦，很多就把没有还的把它写在墙壁上，哎，谁呢？去年 kit 孤啊，好像没有还，哦，壁上孤，哦，那这个我这个里面也讲得很清楚，其实 K 姑这个是人跟神的一种沟通，然后也我们也说应该本着诚信呐、啊，哦，可是现在呢，哦，这个几率就很少了，哦，现在有时候钱借以后就不还，哦，成了壁上孤，哦，就在大概这样，哦，好，我今天回归到我们主题，哦，今天呢，其实。我刚刚讲的这是属于前言部分的哈，那今天我讲的就是，何谓散文哈，这很多人都知道了哈，这个散文是自由的，很自由自在哈，不讲格律，哈，不讲对仗哈，也没有韵脚，非韵文就这样哈，那内容无所不包啦，哈，散文无所不包哈，有人讲是说，哎，小品也是散文啊，论说也是散文啊，哈，所以散文是无所不包啦，哈，它不像小说、戏剧这样有它的故事的架构、人物的塑造、场景的这一种安排控制，哈，主题的呈现比较没有啦，哈，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，哦，话是这么讲啊，其实坦白讲，散文易写难攻啊。哦，散文是容易写，要写得很好，其实很难哈、哦。其实像我也没有写得很好，我还要努力了哈、哦。问题来了，散文，因为现在我刚刚。